旋风辣皮儿，它这个是湖南平江的辣片啊，湖南平江的辣片特别有名，而且做的也特别好吃。它这个豆卷的话，就跟咱吃的那个大辣片差不多，但是比那个大辣片要干一点啊，非常有嚼劲，吃到嘴里面满嘴的豆香味儿，外面还有白芝麻，它有香辣的和爆辣的啊，能吃辣的去拍爆辣的。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哇，油滋滋的，可以这样撕着吃。它这个是越吃越上瘾，又过瘾。